刘东往里掉，找法尔，这球就不下来。希勒还是遭到夹击，给到法尔，这是真高啊！南京队来说啊，需要给他去找到更靠近篮筐的这种进攻机会啊。那对于宁波来说，那就是要利用他的。再找法尔，打得很坚决，第一下没放进去，篮板球的优势还在。还是希勒跟法尔打高位掩护配合，法尔好球，这球就是不下来。单节的得分目前宁波是领先的5分，李春文挑战篮下没有打进，但是有法尔。法尔在跟王俊杰接触之后，王俊杰倒地了。另一边法尔太高了，转移一下之后应该还是要去利用法尔这点。法尔往下顺，外围卫一的机会被控了出来，虽然说没进啊，二次进攻又有。希勒还是往里掉，遭到了夹击，受到了干扰，还有篮板球到篮下再打。这个